完成25场歌唱已经赚翻了的陈奕迅，早前自称患上躁郁症，不过他与太太徐濠萦及女儿包包前往英国、意大利旅行，心情稍微舒缓，相信对心理及情绪都有帮助。近日徐濠萦上载泳装照片，分享海天一色的意大利美景，还展示好身材，最重要的是照片由陈奕迅操刀，所以他要公开多谢老公。但眼尖的网友看到照片中小腹抢镜，性感尽失，这组照片是由下往上拍的，身穿纯白背部挖空的泳装，面对镜头前的老公徐濠萦似乎太放松了，竟忘记收紧小腹，突出的大肚腩让本来养眼的性感照瞬间走位，还被网友笑称该不会是又有了吧。因为照片的掌镜人是陈奕迅，也有不少爱屋及乌的粉丝对此视而不见，只夸照片简直美翻了。陈奕迅一家此次出境游玩主要是为了治疗 Eason 的躁郁症，不久前一家三口才在英国街头被拍到，这次又在意大利现身，看来假期过得似乎颇为丰富， Eason 的病情也应该有得到改善。